Peggy， 今天要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这一款 Fine Label 的长连体裤哦。这一款的布料呢，这个我们用的是叫锦棉罗马布，就是它是非常有弹性的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它弹性呢，而且它就不会贴身，你可以看我现在这种是没有穿束缚的效果，它也不会讲会贴着一层层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个是长型的裤子，这边是稍微一字领的。如果你们想要不要穿一字领的话，也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拉起来一点，或者是稍微的一边这样子衔接，它可以变化不同的款式也是可以的哦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它是稍微那种比较展开，属于荷叶一点的，就不是很紧的袖子，所以袖子方面呢，它是完全你不用担心会紧的这个问题了。另外呢，肩膀这边呢，我们是有加了那个橡筋，所以呢它是这样子可以看，很舒服的啊，这一个不会讲像勒这样子的感觉了。像刚才说的这个袖子呢，你一样可以拉回下来做一字肩穿也是可以的。你们可以看看腰身方面呢，我们也是稍微有做修腰的设计咯，所以不会看起来好像直直下没有腰的感觉咯。然后呢，裤脚呢，我们就做这是比较直筒裤的感觉，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比例拉得更高更长一点，看起来比较修长一点。像我的身高呢，本身是有159，所以你可以看看它的效果呢，看起来呢是比较修长一些的哦。我身上这一件呢，穿着的是红色 M size 哦，这个干定呢会比较偏大一点，所以我们建议你们也可以拿小一点，因为像我现在我的胸围是37.5，腰围32.5。肚腩方面呢，我就很大一下，就34寸的，然后屁股呢是39.5，像我现在只是穿着 M size 的干定而已。带我去换第二个颜色给你们看看。现在呢，我身上穿着的呢是第二个颜色，这一个是深蓝色来的，但是呢它不会是太黑的深蓝色哦，可以看看它的蓝色也是蛮漂亮的。这个这一款呢，其实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个隐形拉链在侧边这一边的，但是呢如果是你要像我这样方便来讲，其实我拉链也没开，就直接套了上来就可以。因为呢它这个是罗马面料，是真的是很弹性的，所以呢我是拉链都不开的，这个就直接套直接脱就可以了。那我再换第三个颜色给你们看看哦。三个颜色，黑色来的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颜色来的，就是衣柜里面呢永远都还会缺少黑色的衣服，都还可以再买的颜色。黑色呢就比较高贵色了，一定是。像黑色呢，如果你们会觉得比较单调的话呢，可以加一个细腰带也是可以，也是蛮漂亮的。好的，这一款呢是我们 Fine Label 独家设计的长连体裤哦，会有三个颜色，就是我身上的黑色、蓝色，还有这个红色，是我刚刚第一件套的颜色哦。Fine Label 呢一样会有6个码数哦 ，SML、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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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 的 Triple 6个 size 哦。表方面呢，我们都会在网站那边，你们都可以找得到哦。想要快点下单的宝贝们，你们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下单，或者有任何疑问呢，都可以去 Facebook Messenger 找我们哦。再不然你们要来店里面直接试一试看也可以的。